大叔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认真记下。哎，不对，你真的不会谈恋爱？不会。那算你找对人了，一个月我保证把你教成恋爱高手。行了行了，别吃了，走。哎，你等我吃完帮我夹菜。哦，女生呢、是敏感动物，注重细节，比如帮她倒水，拿纸巾，在她低头的时候呢帮她挡住桌角，这些呢都是可以加分的。哦，我都服了，我头发都挡嘴了，你看不到吗？从现在开始你主动找话题，我不说话了。你觉得这个炒饭怎么样？撮合。三明治呢？大叔，你是来学厨艺的吗？能不能问点女生都感兴趣的话题啊？听说你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待了很多年，会不会很辛苦啊？还好，习惯。糟糕，我是太久没谈恋爱了吗？心跳怎么那么快啊？老天爷啊！哦，原来是个子萱。恋爱的保鲜期是5个月，如果超过5个月，你还想天天和他在一起的话，那就说明我真的喜欢他。对，没想到你的理论知识学的还是挺扎实的嘛。好了，大叔，你的恋爱课程呢，到今天就结束了，祝你早日脱单。这一个月，辛苦你了。没事，那再见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给忘了，应该走这边。星光坠入眼睛，你坠入我心底，还下着许愿，原来你。大叔你干嘛？我可没教你这个。自学成才。不行不行，哥，你小诺可是我亲闺蜜，帮不了。这口红还你吧，外加一个月零食啊。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帮了。我哥那个人吧，钢铁直男一个，难怪交不到女朋友，爸妈一直催催催，毕竟年纪有点。那你找我也没用啊，毕竟我的恋爱经验几乎为零。你不是经常看言情小说吗？够用了。丁夫人教教他呗，看在口红的份上，我试试吧。不管是在今天，你教我所有的恋爱技巧，我只想都用在你的身上。